开个咩啊？韩星李炳宪日前就亲笔写信公开佢同人气女演员李敏贞嘅情侣关系，呢一件事引起好多人嘅关注，有 fans 仲话佢哋两个人相差12年，李炳宪19岁出道嗰阵，李敏贞都系一个几岁嘅妹妹，仲嫌阿宪哥太老。韩国传媒方面就继续挖佢哋嘅消息，有指6年前佢哋两个曾经约会过，但最后都无疾而终，去到今年终于都成功翻挞啦。宪哥系世界级嘅巨星，拍拖嘅话当然会比较麻烦啲啦，所以他们大部分的时间都会去男方的家 dating。 之前敏贞拍完剧集《逼》之后，就会自己揸车去到宪哥家，宪哥要出门口的话，敏贞还会留下继续陪未来奶奶，难怪奶奶这么喜欢他啦。不过有 fans 都很担心敏贞，因为他拍亲剧有结婚场面的话，结局都是结不到婚的，所以 fans 好怕这一次他跟宪哥都不会长久。计我说，男的这么 man， 女的又样靓身材正，他们这么郎才女貌，我们应该好好祝福他们。要用韩文讲的话就是幸福卡啦。